为着维护居家环境卫生，新港乡卑近社区固定每个月号召志工大集合。村长李树章领军，扎着除草机、电锯啊、扫帚等工具，平分两路，打扫边境的街道，大街小巷哦，拢整理甲真清气。家己的所在爱靠家己来维护。新港卑近社区为着维护居家环境卫生，每个月拢会固定号召志工，做伙来甲社区的街仔路整理。你好清气。殡仪社区哦，阮每固定每个月底吼，礼拜日吼，拢差不多七八十个出来摒扫，啊，阮拢分做两路吼，一个一边为东边，一边为西边，啊，则包个庄中啊哩啊，啊，阮拢足踊跃个，真正足无简单，阮边仔近吼，500多户尔啊。结果出来有七八十个师吼，足感谢跩志工，真多谢。啊，比如社区吼，伫咱新港乡吼，即个社区吼，会使是我来足团结的一个啦吼。啊，像会使我就传一挂粮来，过来互因享用安尼。啊嘛，来遮吼，搁拢早顿通好食。我来李市长夫人吼，下早像下早就搁透早起煮面条。啊，搁煮一挂乡村饭，要让大家慰劳。一透早6点也未到，就已经有志工到社区报道，提着摒扫的工具，准备要出发扫涂骹。有人负责除草，有人负责摒扫，大家分工合作。村长甲理事长，即届也搁出动电机啊，修整树木，避免影响用路人的视线。足感谢遮志工个啦，安尼拢固定操一个月扫一届啦，啊，拢操礼拜日去大家休困啊，大家少出来扫，啊，拢煮一挂简单个点心啦，哦，还是面啦，还是饭，遮志工食者体力者，补充水分者啦。你这落去啊，爱包好一个农场。社区志工真踊跃，大概环境清洁工作，拢会当号召50-60名个居民做伙来参加。大家同心，把社区整理好清气。理事长夫人郭祖宝，搁较是按4-5点就开始准备青草的早顿、水果等点心，要甲社区的志工分享，让大家伫咧无闲耍了后会当食饱饱。大中华新闻叶芳如新港采访报道。